哦，这一对是120康保底，是不是？我们来试试看，想不想听爆料？爆料什么东西？你先在我耳边偷偷跟我讲，我再决定你要不要讲，再决定要不要跟大家讲，偷偷告诉我。程序员的爆料，好、啊，你想讲什么？直接讲了啦，讲出来，让大家看一下。这对三个技能可以。哦，记得选按薪水哦，啊，这个才可以科特一消。这个剩下的给他爆料，开一开就行了。哎，不对，这样哦，好，剩下的都一消。哎，这手叫做破百康啊，完全没毛病啊。呜、哦、149。志远好久没出来，我突然有点怀念他了。志远，我们想你。好，就这样子，这对100%破百康啦，给大家推荐一下。